科举千年，一阶一级早已固化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扭曲思维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你不屑功名，嘲笑世人为了科举捧五四书五经的样子，可在当今这个年岁，科举是一个普通人能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。这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在圣人眼中找到答案的。有书不应有急功近利之心，只是我连年蹉跎，不知道何年才能实现抱负。只有你考上举人做的官，咱家才能翻身，知道吗？信谏而已，言可复矣。今日我便舍了命去，舍了这一身骨头又如何？先生的书院我都固定了。皇帝当车，迂腐至极，我将创造一个新的制度，一个新的世界，一切就由我来拨乱反正。